夜路。下面分享的视频来自一位推特网友。去年12月初，他和朋友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海滩边旅行，夜幕降临时，两人决定从海边返回。在等待优步到来的期间，他们注意到一只山羊从马路对面走过，两人鬼使神差的决定将其拍摄下来。Ué, mano, do nada, bode, mano. Bode, do nada. 网友将拍下的视频发布了出来，他并没有多想，直到一位朋友询问他，视频对面的那个人是谁。网友很困惑，因为他知道当时的周边是荒郊野岭，肯定没有多余的人在。不过他还是重新查看了视频，马路对面的灌木丛边的确站着一个人，他看起来面色苍白，样貌很可怕。又高又瘦的身体，穿着灰色长袍，周围网友惊恐无比，因为他和朋友一致认为拍摄时对面根本没有人，画面中的那个怪异的身影看上去竟然有些透明，他正茫然地注视着对面的两位游客，显然山羊注意到了那个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的文化中，山羊的形象象征着邪恶和淫欲。那么这位来自推特的网友是否见证了一个超自然实体的现身呢？下面将要分享的另一个事件同样发生在夜里的路边。一个男人结束了漫长而疲惫的旅程，他开车回家的途中，行车记录仪在路边捕捉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很明显，道路上站着一只鹿，然而除了他，画面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景象，这只鹿并不孤单，在他的旁边还站着一个透明的幻影，那个幻影有着人形的轮廓。男人认为自己见到了幽灵，于是他匆忙地驱车离开了现场。以上两人的事迹证明了夜里的野外的确不是一个适合久留的地方。拦路的怪胎。下面的视频由一位 TikTok 用户上传，和每一位灵异现象的见证者类似，他独自一人在夜间沿着古老的土路上行走着。在这一期间，这位用户意外地撞见了一个让他毛骨悚然的身影。在行至一半的时候，拍摄者就不敢向前走了，因为他注意到前方出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东西。在土路尽头右侧的树木旁边，有某种生物潜伏在黑暗之中，它弯曲着自己的身体，长着细长的手臂，以极其诡异的姿态呈现在拍摄者的眼前。不过通过这段视频暂且无法弄清楚它的真实身份，你是否像视频主一样也曾有过类似的体验呢？墨西哥 UFO 目击事件。坎佩切是一座位于墨西哥湾南部的海滨城市，接下来将要分享的视频便发生在这座城市之内。这个发光的飞行物体行驶在云层的后面，它的形状非常特殊，速度并不算快。由于事发之地并不算偏僻，因此其他人也拍摄到了该不明飞行物出现的画面。这个奇怪的物体会是人类的杰作吗？
电视机中的异度空间。 TikTok 上的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最近的惊悚遭遇。那是一个阳光正好的白天，这位网友原本应该在家中悠闲地休息着，可是面前的景象却无法让他冷静下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摇晃着的躺椅，这一幕并没有很奇怪，可是当网友将录影转向电视机的屏幕上后，从屏幕倒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躺椅上竟然坐着一个小小的身影，像是洋娃娃一般。网友反复确认都没有发现其中的端倪，不过由于倒影的能见度有限，我们无法确定他的真实身份。电视屏幕中所展现出来的会是另一个平行空间的景象吗？聚会中的诡异红脸，这段录像已经十分久远了，它最初被一位泰国频道主发布出来。画面中正在手舞足蹈的年轻人们来自于同一家公司，这一天是东南亚的水灯节，所以朋友们聚在一起吃喝玩乐，途中酒被喝完了，其中一个人提出自己可以去买酒，不过残酷的意外却降临在了这个人的身上，他在买酒的路上被车撞死了。当然，屋内的男女们并不知道朋友的死讯，他们仍然在跳舞玩乐。而我们所看到的这段录像便拍摄于买酒者死后。有人声称，画面一打开就看到了一张血淋淋的脸，那张沾染着鲜血的面容充斥着屏幕。你是否注意到了那张可怖的红脸呢？它出现在门边，屋内的人似乎并没有发现这个阴森的存在，所以他们继续欢歌载舞。不过由于录像年代久远，画面十分模糊，因此我们无法断定那究竟是什么。花园精灵，这段视频来自于一位英国网友。2013年，他和孩子们在朋友家的花园中度假，原本在一边玩闹的孩子突然跑到了大人的身边，并且神色慌张地声称自己发现了一只奇怪的昆虫。当网友跟随着孩子们来到树下的时候，他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Oh my god! Ugh. 这只受到惊吓后从树上飞走的昆虫，分明有着小精灵般的模样。它长着一对透明的翅膀和迷你的四肢。这段视频能否成为小精灵真实存在的可能证据呢？超自然地堡。上个世纪核武器竞赛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决定在一个叫做凯尔维登的村庄建造一座具有抗核打击能力的地堡。1951年，在一处隐蔽的山坡之上，建设工程正式开始了。偌大的地堡位于地下125英尺，它包含生活区和工作室，
以及占地面积超过20000平方英尺的病房，在灰暗的角落里，至今仍摆放着重达几十吨的原始冷战装备。然而，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并不是那段历史，而是与这座地堡相关的超自然现象。数十年来，地堡记录了许多奇怪事件的报告，他们与黑影人、脚步声、开关门等活动息息相关。来自英国的超自然调查团队 Ghost Tech 在多年前曾调查过这座地堡，他们在那一次的探索历程中遭遇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I think, unless you were down here, you'd realize how dark it is. You literally cannot see anything.Someone's moving. There was a loud bang. Stop. Who spoke? I heard a voice.最初的画面中升起了一团虚无缥缈的白色幻影，随后几位频道主们在黑暗的地堡内听到了接踵而至的怪声。 And two other gentlemen with me, Jeff and Mark. That's walking. Walking from behind you.Come through the door. What the hell, Jeff? You're right. 非常明显的脚步声回荡在黑暗的地堡内，随后其中一位频道主被狠狠地撞了一下，一旁的相机则倒在了地面，看上去像是一个冲刺而来的神秘物体撞到了他们。以上便是探灵团队在之前的调查中所遭遇到的事件。那次之后，他们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几人试图揭示为何地堡内频频出现超自然现象。又传言说，1951年建造地堡的过程中曾有工人被杀害，而且这座地堡是在一个荒乱墓地的基础上建成的。频道主们为了弄清真相，查阅了许多资料。所幸的是，当时的一个项目经理仍然活在世上，他负责监督地堡的全部建设。严谨的频道主们为了证实传言是否属实，他们找到了年迈的项目经理，并对其进行了电话采访。There is lots of theories and lots of speculation that the Kelvedon Hatch bunker was actually built on an old graveyard or burial ground. And when you was actually there when the construction was taking place, did you come across anything like that, like bones or any old?Headstones or anything like that whatsoever? Nothing whatsoever. Nothing at all. Nothing at all. 项目经理否认了他早些年在监督施工期间曾见到过可疑的东西，并不打算放弃的频道主询问了另一些问题。Okay, the other story that is that's been put out there is that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Kelvedon Hatch, that overnight there was a worker who, whilst pumping concrete into one of the lower levels, he fell into the concrete and drowned. And all that was found was his hat, his hard hat and gloves, and he was never seen again. Was any of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killed or injured during that event? Not in my memory, no. Nothing at all.曾经监督过施工的项目经理否认了所有的流言和传说，但地堡内所发生的超自然事件却是真实存在过的。与此同时，还有机密文件没有向公众公开，一定有什么东西导致了超自然活动的频频出现，真相变得扑朔迷离起来。频道主们为了寻找地堡背后掩埋的秘密，他们决定再次深入地下。就在一个月前，团队的账号上传了最新的探索内容。And in that area, a shadow figure's been seen. Someone's touching my arm.
Look at me a minute. Someone was touching my arm, tapping me under there.其中一位频道主声称，刚刚有人触碰了他的胳膊。频道主们面面相觑了几秒，最后他们选择向这曾有黑影人出现的区域走过去。Is one of these beds yours? Something moved along the wall at the back very quickly, and there was like a rumbling sort of noise.黑暗中，频道主看到有什么东西移动了过去。与此同时，他的录音机捕捉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Is one of these beds yours?几位频道主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See this device I'm holding in my hand? It will record your voice.Can you speak into the red light, please? In fact, I'll tell you what I'll do. I'll put this digital recorder here on the bed, and we'll walk out of here. And if you could tell us your name, rank, and number, that'll be fantastic. 虽然录音机没有记录下来对方的名字，但是却捕捉到了一个细微的回应。由于地堡占地面积非常之大，编的主们决定暂时分头行动。其中一位叫做马克的人被独自留了下来。Box there that if you walk in the corridor, you'll set it off and it'll play a tune. Shit. 马克的话音刚落，走廊外竟然真的出现了回应他的声音。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呢？请期待探灵团队下一期的精彩影片。黑云。不久前，这个神秘物体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市被拍摄下来，它看起来像是一团黑色的烟雾被冻结在了半空之中。不过这个物体并不是完全静止的，在视频中可以看到它似乎有些飘动的趋势。网上有观点认为，这个东西与《哈利波特》中的摄魂怪十分相似，更有甚者将其联想为外星人留下的痕迹。在科幻电影《异星入境》中，降临在地球上的外星人会使用一种水墨般的图形文字来和人类沟通。虽然视频中的黑雾与其存在差异，但也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有一种理论认为，它是某种罕见的小型龙卷风的残余。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河边的 UFO。 一个男人原本打算在位于野外的河边钓鱼，他没有料到的是，一个意外竟打破了自己的行程规划。男人的面前闪烁起了刺眼的光芒。在视频中可以听到男人被吓得气喘吁吁，他距离不明飞行物非常近，但却强装镇定地记录下来了这令人震惊的一幕。在视频最后，到金字塔形的飞行物传出了一阵刺耳的噪音，伴随着一道闪烁的灯光，它消失在了镜头中。这个出现在河边的神秘物体会是什么呢？军车旁的神秘光球。
下面将要分享的视频来自于一位乌克兰民众。2022年的一天，他从家里向窗外张望，看到了乌克兰的军车行驶在公路之上。这位好奇的民众拿起手机将这一幕拍摄了下来。在重新查看录像的时候，他注意到自己竟在偶然之间捕捉到了一次超自然的景象。在乌克兰军车陆续驶过公路的同一时刻，一个转瞬即逝的光球突然出现在了镜头之中。它与球状闪电有些相似，但令人不解的是，彼时的天空还算晴朗，神秘光球为何出现在军车的后方？它的现身有何象征呢？